哎，老舅，哎，你这边过年大概是个什么模式？过年主要就是串门，大年三十儿，要么爷爷奶奶家，要么姥姥姥爷家，就是全家亲戚都去，在那儿连住上个两三天，完再换下一家。啊，那好习惯。对，特热闹。对，特热闹。然后就是你全家人都穿着线衣线裤，你感觉在一起咕噜了好几天。那个菜也是一直都有，玩麻将，大人玩麻将，小孩就是捡点炮出去放炮上。我小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捡别人剩下那个，对，还有削的，对，如果发现还在引线的不得了，还可以自制引线，把它全部倒到一个，对，放在一起，放在一块，搞到大一点啄木鸟，那里面，那时候还什么地老鼠，直接被穿裆唰，当当直接炸一洞。我们小时候还玩那个滑炮，春天猴，我就记得，春天猴，春天猴。哎呀，你再来一下，哎呦，我看看，我吸一下。那我哎，三重奏，你吸，我吹，你吹，来，一二三。哎呦，棒棒的，有点那意思。这个变不像，百花齐放，来。B-boss 了 ，B-boss 了 ，B-boss。还有啥？小时候过年还玩啥？原来拿压岁钱，全钢镚儿，放在玻璃板上，只能抓一次。你的压岁钱还能真给你啊？没多少钱，而且拿不起来，钢镚儿，几分的那个。那你们那时候也太少了，没办法，太少了。到我们那儿都100、200的，一百那很多了。坐炕上热闹，坐炕。那个我说不该说的笑话啊，没成眼真碰着活的了，碰着活的了这回啊。对，这小孩我也说。哦，是。哎，他叫鹿晗，鹿晗。哎呀。我那小孙女就得一个鹿晗，我看是，他就是齐齐哈尔的，齐齐哈尔的，齐齐哈尔的，咱家乡人，必须的，万之翼，哎呀妈，哎呀，老哥知道了，太知道了，来，坐，哎，好嘞，这些孩子岁数也都不算太大，我32，你32。完了，我一信了，我说32。一这样你猜一圈大家都多大？对，您猜一下吧。他也就是照实说，30岁吧。哎，你我再看看你呀、啊，你也就是27、28吧。哎呀，小三岁，这个呢，小伙子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顶多20。你比第一季又年轻了，又年轻了。你看他比他大几岁呢？他俩好像基本上差不多。我79的。你真，你在你干我？给大爷憋着。大爷是想说点啥，一想着今天确实刚见面，也就别给大爷憋住了。哎，我让你一给他们整两冻梨，看你们那个。哎呀，没吃过。走，你走，别客气，跟爷爷客气啥？随便，到这家就自己家了啊、好嘞。过年看超个电影，你看现在这儿看，然后到时候过年在电影院一看，就前两天他在我家待着来的，这感觉多好，是不是？今年还去春晚啊？还有春晚、过两天春晚见。咱俩今天设计个动作是吧？在台上就属于咱俩的，咋样？哎呀，怎么样，小叔叔？好，咔，那个转身。哎，老麦孙啊，咱家来客人了。Hello，是你老舅。Hello，妮子，我是你杜叔。哎，还有谁叫海涛？我姑娘叫海涛，我闺女叫海涛，她叫海涛啊。嗯，就说话的我姑娘叫海涛。哎呀，那么就巧了吗？超叔，你的超叔来了，超叔。必须的，
节目那个邓超，什么邓超？有点隔阂了，有点那个代沟。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老观众，这位应不应是？哎 ，hello。文红，还是态度不一样了，态度不一样了，态度不一样了啊！没有，我说邓超叔叔是，人家孩子明明还说的什么邓超啊？没有，他是表达不清楚，像素有点问题。